到沙子里面，可以装很多沙子进去吗？装一些沙子，它就沉到水里面去了。我已经做好了，等一下我全身就好了。是啊。讲故事时间喽。哦，在听故事吗？不要啊。哦，那你就继续玩沙吧。你很喜欢玩沙哦，对。爸爸，阿波，爸爸你故事了，你也讲故事了啦，妈你也讲故事了，快来听听。玩沙比较好。要讲故事了，妈你听。我不要。哥，你要不要？姐姐要讲故事，那我等一下再玩好了。我们来听故事好不好？那我等现在听哦。啊，我等现在听。等一下，现在姐姐要讲的，我们先来听，再来玩好不好？好吗？饿啦！我们先去听故事。要去游泳。要去游泳。可以啊，快点，主播。我们先来听故事，再来玩了。我把全部的沙子倒到沙坑车里。星际沙子探险，哇，潜水艇 go go go， 好啦，满了满了，快点来，珍珍来，我们来听故事，真是太好玩了，哥哥要出来听故事了耶。